咁講到美河樓咧，就要講下佢嘅歷史。其實咧，喺1950年代、60年代咧，有好多嘅大陸嘅難民啊，湧到嚟香港。嗰時咧，有好多唔同嘅寮屋、木屋區啊，咁啊，好容易大火，大火頻生。喺1953年12月25日晚咧，石硖尾木屋區發生咗大火，造成咧係3死51傷，槍近60000人啊，無家可歸嘅。所以嗰時咧，港英政府咧急需要咧喺災場嘅原址或者附近咧興建一啲嘅臨時房屋啦。咁呢個就係美河樓誕生嘅原因啦。石硖尾美河樓就是香港第一個徙置式嘅公共房屋嚟噶。喺1954年咧至到1963年嘅時候興建，共有29座樓高6至7層嘅徙置大廈一期啊。咁你睇到佢嘅設計咧，好似英文字母 H 型咁樣嘅。咁每一個單位咧，大概係120平方尺，可以容納咧4至5個嘅成年人。咁單位裏邊咧係冇水電供應嘅。咁供水、廁所、浴室咧，全部喺屋外嘅公家地方嘅。如果聽翻我之前一啲影片所講啦，就係淨係呢啲嘅徙置一型嘅公屋咧，或者徙置式嘅公屋咧，咁就會造就到好多嘅色魔啊、偷窺狂啊出現啦。因為係冇獨立嘅廁所，亦都冇獨立嘅浴室。咁美河樓咧就係石硖尾村首8座嘅徙置大廈之一嚟嘅，原稱係叫 H 座嘅，咁之後叫做徙置大廈一型啦。咁1973年咧，香港房屋委员会成立之后咧，就将大厦咧改称为石硖尾下村啦，第15座。到81年嘅时候咧。大厦咧改建为具有独立厕所同埋厨房单位之后咧，就改称为第41座，并且命名为咧美河楼嘅。其实千禧年嘅时候咧，石硖尾个旧式大厦咧陆续清拆，咁美河楼咧都系被荒废多时噶。系去到咧2008年嘅时候咧，美河楼成为首批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嘅7栋建筑物之一，所以就喺2009年你会见到佢围晒版啦。到2013年嘅时候咧，就活化成功，摇身一变咧，成为香港青年旅社协会旗下嘅青年旅社啦。耗资系话2亿2000万噶，咁原来眨眼咧，原来即系2013年嘅时候咧已经完工。今次再去拜访嘅时候咧，原来已经系9年后啦。有人嚟影相，旅社通知请佩戴口罩，问下佢先。咁佢疫情下原来都开嘅。不過就要照數個曲咯，照數個曲，咁應該就唔可以再周圍走啦，係變咗係旅社啊嘛，咁只可以係去佢嗰個嘅咖啡。咁呢個都係以前美河樓嗰個舊式設計啦。咁睇下啱唔啱食啦，咁就呢个啦。以前我嚟过嘅，但系嗰时未做 YouTuber 啊嘛。都好似好大份咁啦。啲自殺式，自殺式窩夫，哎呀，哦，咁原來依家佢加插咗好多插畫，可以喺度參觀。咁你撳嘢食，佢頭先就話咧，請你撳叮叮就得噶啦。咁原來加插咗好多畫集。咁我都可以知道之前嗰個情況，深水埗嘅情況，深水埗嘅遊來有廣義狹義嘅。咁廣義嚟講，原來係好闊嘅，包括曬美孚以南啊、荔枝角啊、長沙灣啊。咁當然啦，狹義就係依家深水埗咯。OK， 亦都有啲古廟啦，神仙岩遊來。歷史話當年啦，歷史風貌展。
呢度都講到係牽涉到主教山喎，配水庫喎，呢個深挖噶啦。好多舊建築啦，唔緊要啊。呢、这個以前細路仔有玩啊，小學呢、这個小錄機啦，以前有錄音機啦、收音機啦、黑膠碟啦，以前個暖水壺啦、cassette 帶、cassette 機。哇、啊！閃街啦！就頭先我想去石建里村，應該係大坑東村嗰度，佢仲有得抽，佢仲夠膽賣。好嘢啊！仲有帶啦，真係幾健康，做幾多運動都冇用啦，一次過食三個雪糕啊，黐咗線添。不過又真係好想食芒果啊嘛。好，咁咧試一試先。應該都係 crunchy 咯。加埋芒果，嗯，我覺得 OK 喎。你可能唔諗住係嗌咁多嘅。有人 share 啊嗰啲，但系好食嘅喎，因為個仲有個漿咧，溝得好，因為鬆軟都唔會濕，同埋新鮮熱辣辣啊嘛，咁咪可以外脆內軟咁樣咯。Perfect。埋疫情下咧，應該有三成人係未有針，未有第三針，我都未有第三針嘅，因為用緊嗰個康復碼。即係換句話說，其實少咗三成人入堂食咯，所以其實食肆就好慘嘅，依家咁樣，唔知政府要玩幾耐？芝麻當西瓜。咁當然啦，你芒果雪糕嗰啲，佢唔係用到即係頂級嗰啲噶啦。但我只覺得係 OK 嘅，個格仔餅，仲有都還樂嘅雪糕 ，perfect。其實我諗住係食一個普通嘅下午茶，但係喺度冇普通嘅下午茶，咁啊算啦，有咖啡，一個浪漫嚟噶，咁都好啲，即系唔系三個雪糕球咯，咁冇咁罪惡，冇咁邪惡，良心好過啲啊，即刻得兩個雪糕球啫 ，OK OK。同埋人少少，人少少的環境都舒服嘅。反而對比佢初時開始嘅時候，好多人嚟，咁就冇咁好坐添。咁後面就係加頓山啦，唔怕熱就可以去行啦。有興趣可以睇翻我之前嘅片啦。摩卡少甜，咁你雪糕甜之下就啱好啦。今次就都放咗好多懷舊嘅玩具啊、老物，
啱都可以再拍下，所以就係嗰本書，即係你話泰國芒果糯米甜品就試過咧，但係撈落個熱香餅都夾，嗯 ，OK 喎，夾喎，即係用咗熱香餅取代咗糯米飯 ，OK OK。不過一個人食都係流嗰啲，即係兩個人 share 啱好。飛機嘅設計，咁呢個一落翻去就係翻黃金咯。好熱啊！你睇下嗰個太陽，哇！我呢個 Andy 都濕曬啦。好青年旅社嚟嘅，咁我哋直行專遊，走去翻深水埗啦。加頓啦，佢係裝修大裝修啊！